第一首《至圣之主》，第二首《蒙福的人》，第三首《耶稣奇妙救恩》。Thank you.
新的拥护，这样会一起来用音乐来服侍神，然后借此呢，就是可以互相的观摩交流。那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跟大约两三个小时之前的心理应该不一样了，应该已经有一些借由这样的一个诗歌音乐会有一些的激动在心里。那求神能够让我们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激动的心，然后带回到自己的教会去，然后继续在音乐服侍上面呢，可以就是更加的用心哦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其实聚在这里真的很难得，不容易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很难过，但我还有一段话想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献诗是要服侍神，那神呢，是用拯救来就是表达他的慈爱，那我们呢就要用侍奉来回应神的慈爱。好，所以就是今天所有的一切，一切的荣耀跟颂赞都要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那也求神能够加添我们的不足。好。